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来做今仔日的主日礼拜。前奏是一首德语圣诗的演奏曲，我祈求爱的力量。请咱同心来祈祷，至高至圣的天父上帝啊，阮眼目所看的世间万面，
无一项毋是对生行到变作死，只有阮的主耶稣基督是对死行入活，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对死行入活，只有信你的人是对死行入活。感谢你已经赏赐阮真实的活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这首诗是一首葡萄牙语的圣诗，我未孤单一个人渡过约旦河，有我的主耶稣基督会带我过。
我袂孤单一人来过约旦河，有主耶稣基督会带我过。用安尼，咱来开始继续今仔日咱会讲到初代教会一受迫害。来看一位圣经《罗马书》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我可以对神来入伫现今所住的稳定，佮毋忘上帝应允来欢欢喜喜。毋若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生出能润 ，suffering produce perseverance， 能润生出好品格，好品格生出希望 ，perseverance produce character， character produces hope， 也毋忘无低到见效，因上帝听。对所修属咱的性情来灌压咱的心。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咱讲到第目是耶路撒冷三千年，咱讲到第五十四讲初代教会受迫害。咱专注的部分是患难、忍耐、好品格和希望 ，suffering, perseverance, character and hope。图中间主题的图是一张现代图。我袂孤单一个人，经过世间的患难，我也袂孤单一个人，了过世间的恶罪，有我的主耶稣基督会抱我过。为何罗马帝国会对基督教发生如此长佮残忍的迫害呢？今仔日咱会进入这款的问题。首先，咱可以看这是宗教的问题，毋是单纯政治的迫害。意思是本质上，这是罗马宗教的迫害基督教。那安尼，咱来好好来看。什么叫做罗马宗教？古代罗马人因自己自认，也自己自夸，因是世间最有宗教的国家，也是最信宗教的人民。那有机会，捌去罗马的古城旅游过的人。拢必有感受到古代罗马大城，每行免三步就有一个庙寺，每一小段就有大庙。古罗马一世界大小间正神的大小庙密集的程度，是古今世界其他所在非常罕有的。这也相当印证了。古代罗马人因一向自认啊自夸，因罗马人是最有宗教，也是最信宗教的人民甲国家。不过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俩。以下咱就用几个方面来分析，为何
罗马最遐兴旺的宗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无宗教性质啊，无 religiology， 一个非常空虚的宗教。罗马人误解了宗教吧，就毋是讲拜比别人较侪神，就叫做较有宗教，以及较有宗教心呢。罗马宗教是多神宗教啦，绝大多数罗马正神拢是从希腊的正神改一个名姓，就变作罗马的众神啦。罗马有偌济神，牧师念边就要和恁讲来，和恁惊一下。大圣啊，罗马众神，我和你一个一览表，分作五大类啦。看牧师因的说明，第一大类叫做 Augustus and Augusta。就是奥古斯都啦，绝对最高的至上者是奥古斯都。这个名首次和罗马第一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过来罗马皇帝也拢承接这个最高至上的地位。第二种神叫做 Bonus and Bona， 就是良心啦、好啦、good 啦。善良的拢变作神明了。第三大类是克耶勒西亚，是指天体啦 ，heavenly 的神明啦，啊，坐坐底下。第四大类叫做 Invictus， 指足有规律、不受征服者，因也是神啦 ，unconquered invincible。最后一大类叫做 Mater and Pater， 母性甲父性的生命。伫这五大类下面呢，有偌济神？有偌济神？有遐济？偌济有遐济，啊！牧师，你应该遐细字啊？对，我无印遐细字，就印袂落去。我爱印十页哦，印遐细字有遐济神呢。伊这是照 alphabetical A B C 安尼摆落来，关于 A 这类都遐济神。开始米这类个遐侪神，啊，木栓咧，你要讲到定是讲到 X Y 是啊，无无无，细细字哦，大家拢是神的名哦。你看偌侪神，只毋在讲到 D 也是 E 尔。佫还有咧，这是 F G 啊，佫还有咧，迄逐座一座拢是一个神，佫还有咧，真在到 M 也是 N 起啊。要不了呢？罗马遐济神偌济啊？你免算，牧师已经甲恁算好啊。拢总倒起来，罗马有241个神，罗马有惊死人遐尼济的241个神，你有遐济神啊？顶个无一个拢是神啊，就顶个无神嘛。牧师本来无爱印出来，互恁看呢，十页呢，
浪费我真多ink吧。不但安尼，罗马在征服当时的世界各地时，因真少毁掉别人的神甲庙，因乃是将别人的神明也顺续征服过来。罗马人将世界各处的神明集中掠来做因罗马正大神的附属神甲部下神。一旦别民民族的神明那受罗马征服收编，安尼遐个民族必乖乖啊，彻底受罗马征服关系死啊。意思是罗马毋是征服各地的人民尔，连各地的神明因也会去征服。这真正是罗马统治的基础甲高招。譬如讲啊，看这张图。罗马大众叛变，在西元前63年征服就底啊，以全身武装、带兵甲兵器入犹太人的圣殿，射一连，宣誓伊的战胜甲征服。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袂当互你带兵器、武器入去的呢。叛变征服就底也是带兵甲带兵器入去耶路撒冷圣殿，甲射一连，宣誓伊战胜甲征服。但是伊好咧好咧，无毁损圣殿任何奖励，然后才吩咐犹太人照礼仪接近圣殿，恢复全部的崇拜甲祭祀。伊并无毁掉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圣殿，乃是只有加强控制犹太人的宗教呢。后来罗马帝国就下令哦，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圣殿必须固定向罗马皇帝献祭，这等于将犹太人的耶和华上帝当作罗马神的细汉的附属。甲处决神，犹太人痛恨告急，所以相当重要，必须大声了解。罗马宗教本地就有这种会压迫、会吞加八种宗教真强的狼性 （wolf） 的属性。蒙古犹太人吞下落去，叫因耶和华上帝圣殿向罗马上帝献祭。叫基督徒做这個，基督徒就连死也不从。过来呢，罗马人深信，因罗马国家的兴旺，还是无是甲因罗马有甲遐罗马的正大神好好充足拜个好些好些也无有直接的关系。意思是，因强烈认为罗马是强大，是处决的，必须甲罗马正大神朝朝服侍拜好势了。那有罗马就会兴旺，那无罗马就会衰微。所以不参与全国热狂对罗马正神的崇拜，会直接被看成是罗马的叛徒。第九。当时基督教的死罪，基督徒的死罪，绝大多数是叛国、treason。因为安尼，罗马帝国是彻底政教合一，罗马皇帝甲百百大官也变成拢是罗马众神该人必然的最高祭司。看这张，罗马第一个皇帝该杀奥古斯都，伊就是全罗马帝国至高无上宗教最高的祭司。伊的装扮有特别的
头巾砍的，这是宗教，这是通常罗马皇帝头不披巾。你若看到罗马皇帝头壳顶披一个巾啊，伊就是用最悬的宗教祭司的身份出现。罗马帝国第十五位皇帝Antoninus Pius 装扮作罗马宗教众星大祭司之一，你看伊头壳顶有披巾啊，看这罗马皇帝 Lucius Verus 装扮作罗马宗教众星大祭司之一，看伊头壳顶披一个大祭司的巾。罗马皇帝第十六位皇帝 Marcus Aurelius 做主祭大祭司，在丘比特大神殿献祭。你看头壳有披巾那位，伊是罗马皇帝第十六位皇帝。Marcus Aurelius 做主祭大祭司，在丘比特大神殿献祭。伊上可能看到的是，就是罗马帝国之政教合一，皇帝大官是该人的宗教大祭司。这张你看有无真重要的图？这是发现在庞培古城墙的壁画，描写古代罗马人宗教公开祭祀活动的闹热无比。古代罗马人真兴旺的公开拜神，拢是热闹的爱国运动，无来参与，真容易被看成对罗马不忠诚。但是啊，搁较最第上重要的事啊，就是罗马宗教是什么宗教呢？公认的罗马多神宗教，因崇拜最大的原理是多奥提德斯，拉丁文。多奥提德斯。这是罗马正神宗教内面最大的原理，多奥提德斯。I give that you might give。我给生命写话，来交换生命给我写多奥提德斯。宗教学家明显看出，外表兴旺的罗马宗教，其实本质上真正只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甚至是最粗浅、初级的宗教尔。明白讲，伊是一种简单的有拜有宝贝的行为尔啦。研究罗马宗教的人会甲咱讲啊，兴旺的罗马多神宗教是就根据伫祭司 rituals 尔。不存在任何信仰 faith 甲教义 doctrine， 因就是拜拜拜拜遐祭祀尔，内面无信仰，内面无 doctrine， 无教义。遐尼兴旺的罗马多神宗教，就公认的祭祀。无伫相信虾米货啦 ，no belief。这样，咱可以想想，这个人罗马宗教，可比其他是未少伫台湾的民间宗教，无经啦，嘛无典啦，嘛无文献啦。那嘛无著作啦，
嘛无思考啦，嘛无教义啦、啊、doctrine， 教师法师无严格训练、培养甲检验啦，无滴信心啦，弄不了。今仔日不少台湾向我民间宗教就是安尼啊，无经无典啦，无教义、无著作、无思考、无文献。教师法师无严格训练培养加检验，讲起来就是无得信啥话嘛。因为无得信啥，因为无律令，这种宗教严格讲就无什么信徒啊。你无 believe 啊，你就无 believer 啊。因为真正就无得信啥嘛。这个可以看到重要一点哦。因为罗马兴旺的精神的崇拜，伊用是完全无信仰嘛，无 faith， 无 belief 的内容嘛。后来因碰到基督徒啊，因拄好正正是伫这个世间有最深入、最完整的神学甲教义 doctrine 的坚实的信徒啊。罗马人家己的宗教啊，是一种完全空的祭司尔。因唔捌经验过完全真实清代那基督教这款的宗教啊，所以罗马人安怎也无法度理解哦，为何遐基督徒遐深深深信遐济什么货？所以一定会偏见啦、踢脚啦，看见基督徒是顽固的迷信嘛 ，superstition 嘛。宗教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罗马这种形态的宗教被扎曼快快堕落，甚至瓦解了。特别的是，罗马帝国政府长期过度干涉并使用罗马宗教 （manipulate）， 帝国罗马宗教主张无充分的机会，可以好好发展、成长、变成。老底下的运作罗马宗教的人，大部分拢是像颜清标迄类心无啥正的非宗教人的乱宗教啊。结果呢，罗马宗教就免偌久哦，就对了腐化到完全不起宗教的任何作用啊，无这个宗教的功能啊。你能讲闹颜清标这种非宗教人，搁乱落去啊？妈祖无功能去啊？全罗马帝国人就是安尼变作心灵空虚不安嘛，纷纷去追求其他真实的宗教，以得到内心的安慰甲拯救啊！安尼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教充足准备伫遐好势变变啊！这就是基督教会如何征服了全罗马帝国最正确的说明。现在来回忆啊，也唔通放袂记起，早是基督徒一悲惨受迫害吧？这张图所画的是根据。罗马书家读四道是所记载啊，头一位最残忍迫害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勃艮尼罗啊，伊是甲基督徒掠来绑伫悬悬的条顶，压油，甲放火烧做火把，对不对？这一支。无无啦，这一支只，都是基督徒放白底下燃油，然后要给点火做火把。罗马帝国在当时的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后去做真济真大的卡洛斯姆斗鸡场啦。遐也是一个所在，伫北海基督徒的所在。伫今仔日的法国，是伫古代第一世纪罗马大斗鸡场的遗迹。
中央也有一支条仔菜嘞，有看无？这是今仔日菜底啊，讲是真古早一支条仔，是纪念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统治的是伊如何扩充基督徒，将基督徒绑在迄个条仔顶，和好西来加。对西元313年，康斯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合法化基督教，并停止对教会迫害以前啊，这以前300年的期间，罗马出卖60个皇帝，但是只有10个皇帝历史上有明显记录对基督徒迫害。头一个是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对伊开始手段最残忍。再来是皇帝多米天，伊也迫害济济基督徒。再来一个皇帝叫做川建，咱顶礼拜有讲起，咱有伊迫害基督徒第一手的资料。再来是皇帝哈顿。再来是皇帝 Marcus Aurelius， 再来是皇帝 Maximinus Serus， Maximinus Serus， 再来是皇帝 Dosius。进入主后第三世纪，有以下两位皇帝对基督徒迫害规模愈来愈大：皇帝瓦勒里安以及皇帝戴克里斯。伊甚至颁布迫害基督徒皇帝诏书，连颁布9个诏书，全罗马帝国全帝国性。迫害基督徒规模最大，就是不使用红字印迄个皇帝，叫做 Diocletian。再来，这个皇帝是盖内罗斯，靠康斯坦丁大帝。伊伫主后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合法了基督教，罗马帝国对教会迫害就停止。初代基督教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原因，以下数大原因。它是罗马人的观点，对宗教意识的冲突。罗马人认为好好认真拜罗马的正德神是罗马帝国兴旺最大的保证，但是基督徒除了敬拜主耶稣基督以外，偏偏绝对不拜不归任何罗马偶像德神。宗教意识形态上，基督徒和罗马看作是海棠，是叛徒。再来呢，罗马统治教会人上的选择啦，基督徒绝对不拜罗马皇帝，被看成是罗马的叛徒啊！罗马人充分敏感佮怀疑啊，基督徒如此秘密啊、隐密的聚会啊，目的是毋是真可疑？是要反动嘛？第三点，基督徒礼拜聚会的形式佮地点啊，也予罗马人真怀疑啊！罗马的
德行宗教一定是 public， 一定是公开的活动呢。但是初代小道的敬拜完全不是公开的，就未当公开啊。七日的头一日啦，礼拜日，透早天未光，因就开始啊。天未光就开始啊，暗暗就开始啊，这是遵循福音书的传统啊。门徒是主要所受定死的，搁我迄早起啊，七日的头一日的天未光迄个时啊，所以初代教会基督徒聚会遵循福音书的记载。拢是伫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咱今仔讲礼拜日透早，唔是像咱十点，透早五六点天还袂光的时啊。因为福音书的记载，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啦、啊。遐个耶稣的门徒啊，天未光啊，就去望下，看到耶稣过活啊，就遵循这个传统，初代基督徒的礼拜，拢是七日的头一日，天未光透早。这真让人怀疑吧？遐早起来要变啥？所以基督徒的礼拜必然是透早伫野外，甚至伫洞穴废弃的地下大集体的梦洞啊 ，catacomb 来滴啊！旋转呢？伫梦外来滴礼拜？是啊，初代最早基督徒都是七日头前日去梦坑内面看到国外耶稣啊！所以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这些是在山东，甚至是人无够用的山东内底的集体的梦坑，叫做卡达孔布内面来礼拜。这样。山洞内底啊，这样，山洞门框内底，改变做一个麦当啊，这样，这是今仔约旦遐发现一个第一早，可能是主后第四纪最早基督徒。在那个山洞门坑内面聚会的所在啊，后来受罗马帝国德方的打压甲迫害，基督徒礼拜聚会啊，变成愈秘密愈隐密啊，秘伫小厝啊，啊是一个人挤伫一个小房间内啊。暗面蒙啊，惊人看到无点火啊，半暝也是透早、啊，佮讲固定的一种话，人听无啊，佮做一种别人无明白的仪式啊。地搞各种的谣言啊，到假讯息啊，伫罗马帝国都满天飞啊，讲。基督教是一种极秘密、极迷信的邪教啊！基督徒在念的什么咒语啊，在行什么邪术、秘籍啊，其实是在念主的基督文、甲主的诫命啊，甲你修圣餐啊。基督徒受看作极顽固啊、stubborn 啊，因坚信啊，无要改啊，绝对不改变因的信仰，人都看是 stubborn。基督徒太囡仔食人肉、啉人血啊，其实因是伫受圣餐啊。过来基督徒聚会是乱伦啊、阴沟啊，人敢看安尼啊？因为因男女做伙无伦啊。互相亲兄弟甲姊妹啊，也谣传讲基督徒做真歹代啊 ，evil doers 啊，基督徒是罗马社会公敌啊。
第五点看哦，基督徒非常的孤立哦 ，highly exclusive 啊。因不参与伫罗马帝国几年统治一世界兴旺闹热热光罗马众神的祭祀甲庆祝啊。因不甲拜偶像的人甲物有任何接触啊，甚至基督徒明显看近世一切啊，会过去啊，真紧的过去啊。然后邪神 of the world 啊，不甲世间为我做伙行，佮讲甚物世间的末日之类啊，是毋是要互正人拢死了了啊？甚物啊？别人都毋知啊。然后罗马人也看基督教这点啊，伊是高度融合之能力啊 ，highly inclusive 呢，极其可怕。头先才讲是因是孤立呢，即马佫看因唔是哦，因唔是孤立啊，因有真大的融合的能力啊。罗马社会是强大啊，是确立伫因阶级分明啊。袂当融合啊！基督徒啊，善恶不分啊，好歹人拢叫我来听、啊。上对上，罗马人自认家己是好人，嫉恶如仇啊！基督徒佫接受济济男男女女的奴隶啊，伫因内面啊，奴隶佮主人伫基督徒内面完全平等啊！这足危险啊！罗马人看、啊，全罗马帝国是劳动力。拢是建立伫人类有史以来罗马全国最大最绵密的奴隶制度顶面啊，基督徒做法等于是解放奴隶啊，比如危及罗马帝国稳定，甚至乎罗马帝国赤道都有哦。过来呢，妇女啊，伫基督徒中的地位啊，含男人平等，甚至较悬啊，即乎男性做。最管最中心的罗马社会啊，认为啊，完全不可想象啊，不可接受啊，这是 observe 啊，荒谬啊，会危及罗马社会安定甲存亡啊。所以看来到这，咱比多少感觉啊，古代基督徒甲近代咱的基督徒是真相像呢。但是基督徒济济优点佮好处，拢受古代罗马帝国看是真正对因大大有害啊！结果就是带来罗马帝国对初代教会大大的迫害。牧师从这原因真理性来讲，佮遐清楚。再来，咱来看将近三百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到底是迫害偌济人惨死？数字的问题，前后共三百多年，罗马帝国到底共害死偌济？基督徒信教徒呢，这非常困难估计数字啊。咱只会当用一个世纪的迫害来做样本来估计啦。譬如讲啊，第三世纪末，这位。皇帝叫做 Diocletian， 伊是所有皇帝内面迫害基督徒规模最大、杀害最济，咱用伊来做咧，来估计看偌济人受害死，因为伊连发九张皇帝诏书，全罗马帝国全国性有规模。迫害基督徒，伊啊，伊安怎开始呢？伊去罗马的神阿帕罗的神明啊，求签啦，
求 Oracle， 啊，得到阿波罗神明恩准伊啊，讲恩准伊去抬基督徒，就开始对基督徒大开杀戒。伊也先将罗马军团中的基督徒兵将大量杀害，讲安尼是要恢复罗马的荣光啊。然后，对西元303年2月24日开始以后的10年，伊连发九份杀害全罗马帝国来基督徒的皇帝调令，全国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伊的时代，西元3世纪中叶，皇帝Diocletian的时代，伊统治的是全罗马帝国的人口约有6000万人啊。咱想讲太少。差不多2000年前呢，安尼介济人啊，6000万人的罗马帝国人口内面，基督徒伊的时代占2%啦，所以基督徒约有120万人。学者估计，受皇帝Diocletian杀害基督徒约有25000人，意思是当时约有1/5的基督徒，5个内底都有一个。会受罗马帝国Diocletian杀害，这是相当大的迫害。譬如讲，30个人的聚会，内底都有5-6个掠去台。但是啊。无久哦，康斯坦丁大帝伫西元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合法了基督教，教会就可以公开活动，拥有财产甲事业。然后基督教就快速扩张。到西元4世纪，康斯坦丁大帝以后约过40年尔，全罗马帝国6000多万人口，其中超过半数，共3300万人是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率领教会，并无杀害伊的敌人，乃是将教会敌人拢总拯救起来。这张康斯坦丁大帝甲伊的军团伫米甸桥的战役，看见天顶出现12个光明。诶，战胜的记号是显现。对于这312年，伊看见天顶的异象，帮助伊战胜了。康斯坦丁本来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异教徒，对迄日开始，伊开始对基督徒充满羡慕。隔年313年，伊就发布米兰诏书《Edict of Milan》。将基督教合法化，康斯坦丁大帝在死以前，主后337年5月2日，接受大主教尤西庇斯为洗礼，成做罗马帝国第一个基督徒皇帝。主后第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他的大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The Civitas Dei》，在这部册里面，奥古斯丁非常严肃批评讲啊。罗马帝国只有追求崇拜自己的荣光，罗马帝国只有追求、只有崇拜自己的 glory， 这必带来罗马帝国之败亡。既然追求并崇拜自己荣光的人，必最快对自己失去信心，进入败亡。
所以罗马也决定胜不了，遐个绝对不追求，不崇拜家己的恩光，只有追求并崇拜上帝恩光的基督徒。阿门。下面是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做《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你永未孤单一人行。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我自地久讲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当你走过暴风雨的时，就挺起你的胸，举起你的头，唔免惊黑暗。请咱同心来祈祷，无任何人甲物通赢过上帝。无任何人阿弥通赢过上帝，你的生命会输也是会赢，盖在伫你徛伫底。上帝是一定已经徛伫你遐，最后就看你是毋是肯和上帝徛甲你做伙，甚至是毋是你肯和主耶稣基督来抱你。你是有偌久无予人抱过啊？人人一定要有最后一遍，咱需要主上帝来抱咱。第时呢，就是你重新做主上帝的儿子迄时。阿们。请咱彼得来避讳。